欢欢喜喜迎接全新的一天，开开心心拥有人间好心情。佛光山纽约道场，纽约佛光协会邀请您共度美好时光。各位人间好心情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吉祥，很欢喜又来到我们人间万事单元。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文章是来自星云大师全集人间万事单元里面的这一篇很特别的文章，题目是瘦身。相信听众朋友们，你们会觉得这个题目很特别吧？我想这个题目也是大家都很关心的话题。文章如下：瘦身是这个时代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尤其一般女性从小就担心自己成为一个胖子，所以为了瘦身，有的人吃减肥药，有的人打抽脂针，有的人节食，有的人束腰，真是五花八门，不一而足。为什么一定要瘦身呢？因为瘦的人体态轻盈，看起来比较有美感，肥胖则显得臃肿，不容易讨人欢喜。但其实也不然，所谓厌瘦还肥，造飞燕以瘦而赢得汉成帝的宠爱，杨贵妃则以丰满而获得唐明皇的最心。再看现代的社会，香港的沈殿霞，台湾的周美仪，他们不都是以肥胖而闻名，甚至在演艺界享誉盛名多年而不衰吗？自古以来，瘦都被看成是福薄之相，胖则表示福态。但是一般人为了爱美，还是宁可节食减餐，甚至想尽各种方法，只希望能达到瘦身的目的。其实妇女瘦身不一定要求助他人，解铃还需系铃人，只要能在生活上多加注意，要胖要瘦都能如愿。试举瘦身方法如下：一、走路，每日走路2小时以上，不要中断，能持之有恒，2个月下来，不瘦个5公斤，至少也能瘦个3公斤。二、爬山，每日固定爬2000公尺的高山，限时登顶，总要爬到全身流汗浃背，然后立刻下山，回家盥洗净身。如此试行1个月后，必能瘦个几公斤。第三，拜佛。早晨起床或是晚上临睡前，礼拜108拜，不可以用高的垫子，
要平地，五体投地的拜。如此不但静心，也能瘦身。四、素食。人的身体体质各有不同，有的人吃尽各种营养补品，想胖就是胖不起来；有的人节食少吃，照样腰围粗大，肥胖不已。所以吃对胖瘦应该没有绝对的影响。不过基于健康因素，三餐饮食最好不要太甜，也不要太油腻，尽量多吃菜类、果类、瓜类，不但有益健康，也是减肥良餐。五、节税。想要减肥的人，必须把自己忙起来，每天工作15小时以上，睡眠不超过6小时，让自己一直在活动中，不要停滞。活动的动物身体都很矫健，甚至活动就是瘦身之妙法也。六、拍打。用一根藤条拍打腿部、背部等，藤条内有纤维空隙，用来拍打身体，不但不会伤到筋骨，而且还能促进血液循环，舒缓肌肉。每日拍打半个小时以上，让全身发热，也是奇妙的瘦身之法。七、思考。我们常听人说，最近心思很多，把身体想的都瘦下来了。可见不用心容易发胖。假如每天思考哲学上难以解决的宇宙人生问题，或思考难以记忆的古今经典，让心去思考活动，在智慧思想上悠游，就不容易在肉体上增加肥胖。八、游泳。我们看一般水中的鱼类，它们都是往长的方向发展，不向宽度增加，可见能像鱼类一样游泳，也是瘦身之法。但是，瘦身的游泳不是戏水而已，应该把游泳当成功课，每日在水中游，不管是蛙式、自由式，总在半个小时以上，都能收到些微的效果。以上所说瘦身法，希望瘦身者不妨一试。各位听众朋友，文章就到这边。如星云大师告诉我们的，只要我们在生活上多加注意，多加用心，如此呢，
每一个当下，我们都能清楚，都能明白。相信我们要更胖或者是更瘦，一定都能如愿。最后祝福大家身心自在，阿弥陀佛。节目由佛光山纽约道场、纽约佛光协会共同制作，感谢如是我闻谛听文化音乐提供。